们是中二少女，我们今天要来挑战扭蛋。红色这个是提示，正确答案呢要等我们扭完回来之后才能撕开蓝色的，看谁答对了，输了就画一次脸五秒钟。第一题的提示，大画什么？大头、大手、大鸡鸡、大鸡鸡、大鸡鸡。你会画大鸡鸡的扭蛋吗？鸡鸡。肌肉，想到哪去？废言不多说，咱们出发，应该是大头吧？我刚刚看到一个头蛮大的东西，面包超人。这关我觉得我赢定了。那边有一大排的，我觉得这边应该有答案。后道是大的，你这也不算是头大的，我觉得要再往别边找。这个头好大，我喜欢没有穿衣服的。没有，这我还不赢。我点到黄色的，哎，有点丑。我想要那个没有穿衣服的。他扭了耶，他刚扭什么啊？他是不是扭这个大鸡鸡？对啊，这边有一个头大的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一个。他会跟我选同一台啊？那个心机女，面包超人的头好像更大，我决定要投这一个。我扭到一个超大的，这个就是他的头，我觉得赢定了。刚刚我们的提示是大吗？我觉得我很猛，噔噔噔噔。超大！你聊什么？我看看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真的啊！这个如果是大头的话，我就赢了，你知道吗？看也知道是我大啊！来，我莫名其妙的赢了，这么小，惨了！我要画你的脸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到了。好，那都是他的粉吗？一定要涂这么厚的粉吗？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提示，茶。我这次可能是什么眉毛长啊，还是什么嘴巴长啊？不啦不啦不啦，但我跟你说那么多啊，你是我对手。你是想我要画什么？这个手也蛮长，身体也蛮长，这画也很长。那我们就选这个好了。这算吗？手长、脚长，还有身体，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中哎。这算吗？脚长、触须长，我决定了，我不找了，我就直接转这个。我觉得这场我也赢定了。哎，这是转人的吧？应该不是转乐器。他不是人，他是什么墨西哥的帽子？哎，我可以转一次吗？不行，我输了。反正我被换应该也是好看的吧。我刚刚去换钱，我不敢抬头。哈哈，当白痴，听了，我要画回去，就选一个什么都长的来。哎、欸，好夸张、哦，萌的萌的萌的。嘿嘿，你看我找到什么？手长，头发长，脚长，身体长，什么都长。那是有点难啦。你的嘞？这是什么？他是撞人，你这不用看了，是我吧？我们要来揭晓答案的，我们开名字啊，你名叫什么？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我名字是什么啦？谁知道我名字长度啊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可换钱了。第三关，你们看到我是不是在偷笑？不准笑！这关呢，我真的不能再输了，我要永远要毁了你！我不想让你美美的录完这个节目。盲啊！盲选，自己去选自己想要的。这太难了吧！完全就是运气。我刚才运气超好，我转错还赢。让我们来看看，好 ，Go Go！ 嘿嘿，不可笑。第三个其实是盲选，我刚刚走过来的路上呢，有看到我喜欢的史努比，我想遮脸，是不是？我觉得现在路人都在看我，好丢脸呢。来，他60块，我应该就扭这个吧，反正我都被画成这样了，最后一局就选自己所爱。徐又在那边抢人家地盘，他又在那边了，他现在在碎念我，还经过我后面还敢碎念我，真的是小火。转了一只狗，没关系，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鸟哎、欸。算命的哎、欸，我去算一下，我等下会不会赢好了？这里，啊，跟我家的鸟长得一模一样哎、欸。想要这一只或是这一只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哎、欸。我们带着我们的扭蛋回来了，转了一只，我转的是史努比。哎，我们要看看那个内容，什么？重量？不问路了啦。
轻哎、欸，我到底是比重还是轻啊？没有啊，比重我觉得我的比较重哎、欸，你的给我看，塑胶。我们直接去找路人，路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敢不敢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啦，我中了。好，看起来很热情，但是不知道热不热情的人，我先遮脸。不好意思，可以。可以帮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忙吗？我们在做一个比赛，比就是谁的比较重，你可以帮我吗？对，就是帮我们看到底哪一个比较重。姐姐，你要用心的感受一下这两个的重量。你看我现在这样子已经很沉重了。这个是我的哦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他的哦。你觉得谁的重？来吧，5、4、3、2、1，那是太难画了，下次可以拿一个水彩笔之类的。水彩笔。如果你们想看更多千本下阵的样子，啊？你要说什么？没事，说可爱的样子，再记得继续锁定我们的中二少女。各位，拜拜。好丢脸，这个动作。